你能不能去把菜二杀呀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他不是搞台独吗？哎，这不是他已经卸任了。新的没有名气呀、啊！啊，新的没有名气，所以旧的就要去暗杀了。退了休了，那就算了。哦，退休就不暗杀了。哎呦，谢谢你。如果你顽固不化，我们中国不放弃武力统治，投降吗？投降。本台立场，这是一场斗嘴的直播精华，也带一点辱华。你在哪啊？我在台中。台中是哪？台湾的中间就叫台中，台湾的上面一点就叫台北。就这么，我们没什么数值啊，我们就会北中南这样分而已。不好意思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去把菜杀呀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。哈？为啥？他不是搞台独吗？哎，这不是他已经卸任了。新的没有名气呀、啊！啊，新的没有名气，所以旧的就要去暗杀了。退了休了，那就算了。哦，退休就不暗杀了。哎呦，谢谢你，吓我一跳啊！然后靠，哎，去把那个新的给杀了。哎，可你不是说不杀的吗？好吧。好了，不要杀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就好好讲嘛，对不对？好吗？就算他做，对他做不好，也不要杀嘛，好不好？是吧？好不好？我们温柔一点啊。可以。嗯。啊，习总有做不好吗？嗯。不认识啊。习总，你不认识啊？我们国、啊、我习总啊，我祖国你他妈不认识啊？你哪一国了？操！不是你习总错了，我。听错了，我。你习总不认识，操！你能不能说全名啊？我听不清楚啊。哦，那可以方便吗？习主席最近安好吗？人家挺好的呀。哦，那时候统计的我就拿着 QBZ 去你们那了。啊！我操！在统一要五统啊？什么 QBZ？ 不要拿 QBZ， 拿 BBQ 行不行？哎呦，难受人！你们那边。你们那边的战力怎么样啊？战力吗？对呀、啊，强啊，肯定强啊。多强啊！我们这边就是男生是义务役当兵啊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当兵啊。啊，我知道呀。对啊，啊，我们平常没事就拿扫帚这边训练我们的臂力啊。那他妈你们普通人也要吗？对啊，我当过，我已经退伍了。你当了几年？啊，我当，哎，不方便说了，这国家机密啊！你靠，你想偷听啊？我待会被判死刑怎么办？那你爱国吗？祖国还是台湾国？吓我一跳！台湾吗？你看，你都说台湾是国啦。哦，吓我一跳啊！爱国啊，爱国啊！但祖国也很重要啊，不是吗？嗯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两国都很重要。那你怎么那你们怎么还不回来？啊哎哎、你们这么强大，我们怎么有脸一直回去呢？没有那个脸啊，是吧？你们大陆 GDP 这么高，台湾这么低迷，我怎么敢回去了？是不是？还在石头后面，还在石头后面，宝贝，小心，害怕，不要怕，我们的两岸携手互助哦，好不好？哎呦我操！哈哈！啊！哎呀，我操了！你枪法不行啊！哎呀，我操了！我这个打我退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然台湾战力是很贼强了。哎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再要你打一把，好不好？哎，人机，对，这应该是人机，打我们是人机。哎，我们台湾中国第一次友好联动哈，来击个掌，哎啊、哦！中国台湾，你们台湾人还是会玩。中国台湾第一次联动哈，哎不错哎呦不错哎，哎呦周杰伦哎，哎呦周杰伦有点动心啊，来周杰伦唱一首周杰伦歌我听一下，唱一首我听一下，你唱一下，你先来，我先来，嗯、哦。
亲爱的，爱上你。哎呦，不是，换你。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小鸡鸡。国民大赛这边暂停一下，如果喜欢你听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在下方的资讯栏点个订阅加铃铛，还有那闪亮亮的赞，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抖内哦，还有留言我都会看哦，谢谢。你台湾人说话蛮好听的，我听说就是大陆那边 CCTV 太多了，就是不能讨论政治，是不是啊？会被监听啊？有吗？会被监听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中国人不中国不监听别人啊。啊，真的啊？那你现在可以说习近平，你妈个啊，不习近平，你这个独裁啊，你可以这样开玩笑一下吗？我呀、啊，对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你为啥又不行了、啊？不是没有监听吗？我知道呀，但是我又不在家呀。啊，你在哪？我在，我在。被监听了，快跑！我要被打，我快逃！监听了，靠你了！危险！点上一二四零。来说。很长。倒了！我操！倒了，压不住。他死了！再抖一。慢点。死了。漂亮。帅。好厉害呀、啊！哎呀，你也好厉害哟、哦！你好棒啊，宝宝！你也好棒哦，宝宝，么么哒！哎、啊，你在哪里边不方便讲啊？在网吧是不是？我们这边调侃主席是可以的、啊。你们那边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我们这边有这个言论自由，稍微是 OK 的。就是如果譬如说，哎，主席啊，有一间房子没有拆啊，我们都叫他累子不拆啊。评论他是可以的哈、啊，评论主席是 OK 的啊。哦，对，那你这边可以这样可以评论主席，你们那边可以评论中国主席吗？那我不认识他，我评价他干嘛？啊，我不认识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也是可以评论他。来，你跟我讲一句，这么自由吗？你跟我讲一句，习近平下台。啊？什么？进、哦、那个？对，你言论自由啊 ，OK 啦，还是你那边不方便讲？对，我这边不方便。哦，好，哎、哦，好了，可以。好了，可以。那我好，那这边有这边不方便，我不勉强你啊。这边有这么空投。脸上。击倒一只。下来了。安击倒一只。漂亮。我压不住。我们跟他开全麦，你好，兄弟。你好，我跟他开没全麦一下。好的。你好，你有你看你，他有讲话吗？你有讲话吗，老哥？是中国人吗？中国人放你一马啊！他没开麦，掉了。对，他没开麦啊，那只好枪决了。枪决他们娘！如果你顽固不化，我们中国不放弃武力统治，投降吗？投降。我说没有，我问他了，兄弟，不是我问他了，我问敌，不是你回答个头啊！你不是中国的吗？你投降个鸡锤啊！不是你黄子和的队友，不是你大哥，他后面两，我操，后面有两只，后面两只，你在公众场合啊，你不要啊，啊，不是你在公众场合，你干嘛支持台湾啊？我操，你在干嘛的？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，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